观众朋友，您看到了吗？刚才您所看到的这些超炫跑车，它可是获得全国冠军的省油车得主，还有这台微型机器人，它可是拿到30多项国际奖项的年度风云人物哦。这些拥有惊人创意和绝佳性能的作品，全部都是由一群平均年龄20岁的大学生所创造出来的。想不想认识他们？就让我们一起去拜访大业大学工学院的超强团队喽。顶尖工业的魔法师，大业工学院在全国科技应用竞赛中一直都是媒体争相报道的常胜军。这些兼具工业勤实劳作与创意研发联想的过程，可说是陶冶学生最精华的一段历程。目前石油短缺，废气污染严重，在还没有找到新的能源代替之前，我们机械系就是如何将车子的性能达到最佳化，以减少能源的消耗来达到环保的效果。我们希望学生平常在课堂上所学的啊，能够在实务上能够展现，所以说我们特别鼓励学生啊参加这种实际的整个车的比赛啊制作。那我们学生每年这种专题制作呢，省油车比赛每年在全国的 SAE 比赛呢都能够获得很好的成绩。我们相信呢，学生在整个制作的过程中呢，也能够学习到非常多。那这个也是我们做在学校教育训练的目的。我们做这台车子花了将近1年的时间，那平常我们都是需要上课的，所以都是利用课余来做这台车子。尤其在比赛的时候，我们都是日以继夜的在试车，牺牲大家睡眠的时间，所以这次在大会当中我们荣获2名的成绩是属于大家的。大业省油车称霸全国 ，Yes！ 机器人这个领域呢，是结合了各个工程领域，比如电机、电子、光学、机械等。我们呢，在今年里面呢，获得了国际竞赛的主要的各个奖项。那么主要的原因呢，是老师跟同学的密切配合，尤其这一年来，大业大学的同学，我们团队同学呢，每天不停的努力，在这一年来花了非常大的功夫在这上面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次的竞赛里面，才能有这么好的成果。我参与机器人制作已经第5年了，然后我们是从比较大型的机器人，然后再到我们的微型机器人。在这个过程中也是经历过很多的失败，因为比赛永远只有一个第一名，老师也是一直跟我们强调说，肯努力才会有成功。我们今年日本赛之所以可以获得这么多的奖项，都是因为同学还有老师们都是非常的努力。在前往工学院的路上，我们发现了一整排用太阳能发电的路灯，为校园增添了一份写意却前卫的风光。还有一处让废电脑中塑胶物质运用热裂解做资源回收的中心，原来只是工学院致力发展，不仅能让废铁变成黄金，更让学生运用绿色科技为环境保护尽一份心力。目前呢，工学院有2项发展重点，包括了先进车辆科技及绿色科技。这些成果呢，都获得到国内外学界与业界的肯定。相信这些表现呢，都有助于大业大学与全体学生竞争力的提升。